要怎么清理啊？你知道吗 ，Yukeru，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呐、啊。为什么你不用这些来清理一下你自己呢？我的头，我的头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要头，我要头！哎哎哎哎哎！我要吃清洁剂，味道死掉了。我想我该离开了，毕竟我今天被强制回家了嘛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欢迎又再回来到2050年啦、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这个病娇模拟器它的儿子的版本啊，没错，病娇的儿子的版本。我们上次呢玩了三个结局啊，第一个就是毒死我们的情敌，第二个呢是把毒品给放进来的书包里面陷害啊退学，第三个呢是让女孩子来欺负啊强迫啊退学啊，哇哦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剩下三个严重的东西吧，严重的问题啊，哎呀呀。好的，我们来简单说一下目前现在这个状况啊，这个在学校的状况。总之呢现在是2050年，就是病娇已经毕业了并且结婚生子了，这个呢就是他的孩子，这个啊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孩子啊，这个病娇讲的孩子叫做阿亚朵吧，好像是阿亚朵。然后呢我们喜欢的人呢就是这个女生，在这边的这个女生啊，哎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情敌，就是这个男生，这个男生呢真的一直在旁边这边偷窥这个女生啊，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女生。然后呢现在这个男生呢就是被霸凌对象，现在他们被霸凌了，然后我们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男生给排除掉，没错，现在情形就是这样啊。知道了吗？好的，现在呢我们又在一次被他们叫了，被他们叫过来呢就是这个女生呢说这个男生很可怜一个人啊，哎呀在欺负哈 啊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呢？第一个呢是我没有兴趣，第二个呢好像是同意吧， 第三个呢就是还有帮助。然后上一次呢我们选择了第二个，我们选择看一下吧，同意啊加入，没错，我们不管有没有同意啊加入呢他都会被欺负啊，好可怜 哦。然后这时候呢对那边男生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喜欢他的女生啊，就是就旁边这个人，所以呢就是非常复杂啊，2050年嘛，一个我们喜欢的女生被一个男生喜欢，这个男生呢又有另外一个女生喜欢他，哇哦，这么复杂的多角恋哦。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是类似男生的青梅竹马吧，喜欢上他了，想要跟他接近那一些啊，但是那个男生说不要靠近我，因为他是被欺负的对象嘛，他不想要这个女生被牵拖。但是呢我们这时候提议了他一个提议啊，就是呢那个男生现在是缺乏安全感，那些人无助，所以呢你要给他依靠，你要送他你的便当，那些就靠近他，那培养好感度他一定会爱上你的，这样只要他爱上你我们就可以不用对他下手那些了。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要不要下毒在他的便当那边啊，给他吃的话就死掉了，永远就不是我们情敌了，对，永远不要管他了。上次我们就选下毒，现在我们选不要下毒，我们不下毒看会怎么样，对，如果他们两个爱在一起的话就完美结局啦，是不是啊死情敌啊，我们去上课吧。你看在外面读书就是我们喜欢的女孩子啊，哎呦，我一定会得到你的，任何暗恋你的人都会死翘翘的，有10个暗恋你的人吧，走，我们去楼上。总之呢现在就是这个女生在跟他告白说喜欢他吧，然后男生也会说哦其实我也喜欢你，然后他们两个就非常厚脸皮的在我面前亲起来，你看，真是的不知廉耻，哼。那我们就开始吃便当了嘛，上来上面吃到死翘翘，那么这一次的话好吃吗？你们吃，这样吃一直吃那个饭团，用筷子吃太厉害了啊，所以这样结束了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在一起就不会对我的女神出手吗？是这样的吗？我觉得不行呢，我们居然打到结局了，我们还是偷偷把他干掉，对，我们先去拿一些武器偷偷把他干掉啊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他约出来啊，把那个应该不是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到底谁才是？是你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我们爱的人哦，我们爱的人在那边打扫呢。等下，他是我们行，我们可以跟他说话。等下，你可以跟着来吗？你有什么任务？
OK OK， 你帮你做作业，你就可以跟着我了吧？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嘿嘿嘿嘿嘿 ，Hello， 你要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跟着我走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跟着我走哎、欸、哎，可是哎，我怎么对他没有感觉的？我对他没有感觉，我对你没有感觉了呢？我对你失去了感觉，怎么会这样的？过来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哎，我怎么对你没有感觉了？我怎么对你没有感觉了？你怎么这样的？我失去对你的爱了。Yes， 把自己情敌给干掉了，怎么办？你看我还是害羞呢。你看，根本不关我的事了，拜拜。我只要把我身体给清干净就好了吧？好了，这样可以了。虽然我们找不到，为什么你胸部会有两个尖尖的？我们找不到我们那个男生的情敌啊，他可能是跟那个女生一起回家了吧？毕竟我们两个交往了嘛。现在我的那个女生已经没有人抢了，而且那个我喜欢的女生也死掉了。好吧，我们回家吧。警察发现了，死掉的是谁呢 ？Taiko Hitono， 就是我们喜欢的人啊 ，Taiko。没有任何的办案，胸部跑出来的啦！哎，死掉吧，我们喜欢的人死掉了吧！这谁把自己的爱人给杀掉了？这是神作啊！这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的爱人死翘翘啦！儿子，你未来的老婆没有了，你妈妈我大时光机来未来看自己的儿子的老婆，结果。哎，死翘翘了啦！而且我刚刚还发现到一个东西，冰角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耶，四个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！哎，情敌还活着，哎，我们情人还活着，你看地上有一个黑点吗？那就是我们情人啊！还活着！你干嘛，光头佬？你干嘛？臭光头！好啊！哼！儿子的学校很严格呢。好，下一个呢，我们就选择我们没有兴趣。选择没有兴趣的话，好像是要加入不良吧，还是加入这些女生呢？就在我们去安慰她的时候呢，后面来了一群不良，那我们就假装推开她。哎咻，对，那么不良们让我证明我很强呢，需要去偷一本红色的笔记啊，走吧。偷走红色书。没有啦，没有人在。啦啦啦，我拿去给不良，拿去给不良，然后再去跟我们推倒的人道歉。对不起，我刚刚不是故意要推你的，只是因为不良在那边，你也刚好在这边，所以我就推你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弱小情敌呢，他其实知道一个秘密啊，就是不良他们有吸食毒品，然后他想要告诉那个老师啊，告诉学生会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跟那个不良打小报告。嘿，不良，不良。我听说呢，他知道你们吸食毒品了，你们完蛋了，你们，他去告诉学生会的议员了，所以呢，你们听取我有一个方案啊。上一次呢，我是选择第一个 expel 就把他驱除掉，就把毒品呢放进那个可怜的男生的书包里面，变成诬赖他，变成去告老师诬赖他，然后他就被退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选择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 ？vacation 度假，嗯。你没有人脉吗？有权势的朋友让其他同学害怕你的原因啊？我的叔叔可以帮我们，但是我们需要把 UK 引到学校外面啊！我会处理的，你打电话给你叔叔吧。为什么你要帮我们？你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？我有我的理由来消灭 UK。如果我们合作，我们都能受益。好吧，已经在学校外面了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去邀请那个 UKRU 去外面啊，他的叔叔好像有什么度假的东西要给他，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但是怎么回事啊？度假到底怎么样的？你好，这次没有睡觉哈。UKRU 有好消息，对，相信我，我设法让你在学校外面见一位老师啊，你一定会。哦，真的吗？非常感谢你，阿斗，我马上就去。去把那些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吧！走，去看一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是要被绑架吗？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你在那边干嘛？现在怎么回事？啊，有人来了，是谁？没有，这是迟到的人，不相关，你是迟到的，走开！不良，我已经把他约出去了，接下来靠你们了，快点去教训他，快点，我叫他出去了，走。UKRU 已经在学校外面了。太棒了，我叔叔派人去找他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他们会把他带去哪里啊？
他会发生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使用你的想象力。顺带一提，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并帮助我们啊。干得好，失败者！如果你想加入我们，你可以，你证明了你对我们有用。我会加入你的，但是不会这么显眼啦。你需要有人在普通学生中当你的眼线。多么好的一个想法！待会进来也要读。OK， 就这样结束了。哎，这就是第二个结局啊，就是让他出去被外面的人打。哎，哎，我要去看，我要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去看一下。哎，他不见了。哎，他不见了。他刚刚我们跟中华在那边等的吧？被带走了，太恐怖了吧！而且我们还不能看到他被带走，还是说我们就用镜头过来这里就好 ？OK， 我去打小报告，然后我用镜头飞过来这里，看会怎么样。来，快点叫你的 uncle 过来，来，叫你的 uncle 过来，来。然后我就飞去外面看啊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要急，等一下，我飞去外面看一下。还在这里。这是，哇哦，死鬼！那说完话你会消失是不是？哦，真的，说完话就消失了，被带走了。哦，他被带走了，可怜呢，被叔叔带走，被怪叔叔带走，这就是另外一个结局啊。可是没有看到什么暴力的倾向，哎，感觉放毒品还是书包比较有趣，哎。那我们看下一个女生吗？女生的上一次呢，选择 help 帮助女生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一排什么东西？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又在偷红酥去给他们。不良都喜欢红酥呢，为什么？给了他们红酥之后呢，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那个清洁时间会躲在哪里啊。 OK， 然后呢，我们真的跑去告老师，老师有人要躲起来，老师有学生呢要趁那个清洁时间时候躲起来啊，我告诉你他躲在哪一个花园，但是你不可以说是我错的。 OK 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来到清洁时间的时候，大家躲在这边，你看，躲在这边，这边玩手机啊、偷懒啊那一些的。但是呢，没有想到吧，有老师来了，然后我们就被抓了。哦，原来我们被抓在这里哦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就被赶回家了。没错，全部人被赶回家了。然后我们就讨论说，为什么我们在地点会被发现呢？会被抓到呢？明明没有让老师看到我们来这里的、啊。然后这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，我知道是谁告诉老师的啊。就是后面那一个人，哒哒哒哒，因为他想报早上的仇啊，所以跑去告老师。对，嘻嘻嘻嘻嘻嘻，对，大家追他吧，打他吧，跑，走，追他，加油，把他打到满地找牙，打。What are you doing? Get back! Stay away from me! No! 哦，原来这就是一副画面啊。哦，蛮奇怪的，我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啊。对，现在我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威胁啊，一个就是帮忙清理这个东西啊。我们上次呢是选择威胁，就是我们跟那个人说，如果你再继续待在这一间学校的话，我们会继续欺负你，就是让他退学的意思啊。那么另外一个清洁呢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要怎么清理啊？你知道吗 ，Yukeru， 你一直都是一个很肮脏的人啊。为什么你不用这些来清理一下你自己呢？我的头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的头，哎，我要吃清洁剂，味道死掉了。我想我该离开了，毕竟我今天被强制回家了嘛。我要回家，叫我 go home 哎。他叫我 go home 欸，啦啦啦，他让我们 go home 就 go home， 不要管他了，我们成功杀死排除他了，他不用退学，不用什么的， go home。 警察来到学校了，然后发现到他死掉了，欸，但是不知道是谁，欸，我知道是谁欺负他的，是那些女生欺负他，欺负到死了。对，都是那些女生的错啊。对，我你看我在跟着这光头佬了。哇，真的是有够恐怖的啊！那个头转来转去的，请他吃那个啊哟，请他吃清洁剂。但是这样就没有人跟我们抢女主了吧？No words can express
the sense of loss. 我大时光机来啦！我是病娇，我来代替我的儿子绑架回他喜欢的人呐、啊，绑架给他。你们干嘛欺负人家、啊？你们哦，真是的，坏学生呢！你们明明才杀死一个人而已哦，就是你们害的啦！哎哎，不能加入这个社团呢，不能加入，就指我们不能麻醉人了，就是我们带不回。哦，他故意让我们不能绑架这个下面那个我们情敌的啦！哦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！他居然不给我绑架，他完蛋了哈！他怎么可以这样的哈？居然我绑架不了他，我得不到他，你们也别想得到啊！啊 ，Hello， 请问你可以跟我说话吗 ？Hello， 快点杀你啊！快点杀你啊！快点哦，快点哦，杀你哦！你在看什么？哈？看什么看？我、哦、可恶，为什么还没有反应的？难道他真的接受我的吗？啊，还是我叫给你听，欧桑娜的孩子，名叫伊拉奈吉米，伊拉奈吉米，你看，我不会坏掉的，为什么？那伊拉奈，你去死吧，伊拉奈吉米，哎，哇塞，你也学过的，哇，而且我手摸哪里？哎，我手摸错地方，抱歉，哎。光头抓我、啊啊啊、你犯了跟你妈妈一样的错误啊，哎呀朵，看来我们不能绑架回家，也不能黑化，哎呀呀，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去欧萨娜的房间看一下吧。大家看过欧萨娜房间可能只有那小小个空间而已啊，但是其实呢它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间。病家的房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没错，虽然是圣诞节的版本啊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平常睡觉地方，然后这是我们电视电脑这边嘛，我们通常那个一开始游戏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但是呢，哦，这是以前版本的那个祭坛呢，苹果铅笔还有一个 OK 蹦吧，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大厅啦。还记得我们有一集呢，就是邀请欧桑娜来我们家领取他的宠物的时候嘛，就是欧桑娜是坐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没错，他的家就长这样的，然后我们任何武器都可以使用哦，哇哦。然后你看这边还有火炉啊，这边还有厨房啊，我们之前就在那边下药给那个欧桑娜的，嘿嘿。然后这边呢还有这个地下室吧，这边是哪里啊？看一下。哦，地下室在这里呢，哇哦，这就地下室啊，还有这粉碎机，哎呦，那我们在我们房间开一个派对如何？把同学叫来家里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叫了两个老师来，两个不相干的老师，你们可以回去吗？拜托了，等下我不小心叫你们过来的，等下，我会负责把你们给带回去的。哎。在我家啦，你在干嘛？我家啦，哎，北西，早上不要叫老师来了，可恶！我们应该把男主给叫过来一起恩恩爱爱的，好吧？就这样吧。有些人物可以召唤怪，有些人物不行啊。然后呢，我只召唤这些，很明显的，他们就是来打架的、啊。你看那些，你看，拿着那个跆拳道，然后拿着电吉他那些啊，还有一个人，你看脑袋破洞被打破洞的、啊，不知道是谁啊。只能召唤这些人而已啊，只能召唤一些人而已。还有老师在面对墙壁，不知道冲啥小的。OK， 地下室有一个人了嘛？地下室啊，地下室可以杀人耶！ Yeah! 我会被老师发现，头还断掉。来，过来，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，进去，我家什么都有啊，厉害吧？我家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是没有通知哎，等我一下，启动一下。来来来，圣诞节特别料理来了，花鸡血，有我们那个鸭血糕，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人血糕，来来，这是我刚刚在地下室做料理的时候放掉的血啊，我们吃火鸡嘛，要放血 ，OK， 哎呀，哎，我的嘞，为什么没有事情的？为什么 ？X 盖吧 ，X 盖吧。有反应了吧你们啊啊！我家呢？怎么样？我把一个脑袋破洞给，哦，抓不了我吧？我自己召唤老师来抓我，有吗？OK，
哇，真是美妙的圣诞节呢！就这样，病娇跟他同学们、跟他老师们度过一个美妙的圣诞节啊！哇，我没得动，没得动，这就是病娇所在社区啊！哇，除了他的家之外，其他人家都很完美呢。这他家是平平脑袋破洞的，这是一块圣诞节的可喜可贺啊！耶、yeah! ，把魔主玩坏光光。瞪大眼睛吧你们！我在干什么？老师，你们身体好臭，走开！胸部不要贴我，你们再贴我就打你们，把你们胸部给咬爆！好吧，大家融为一体了，赞赞。